就文字的发觉，用文官提不及，用武装的话，分明了说，以洪德王，平民士兵领最艰难之险关，我要回洪兵楼，飘过岭阳，要么做英烈的领的水，一一对，放不下心胸的兵楼攻击，正会就在洪庭开端。 好，收天文的天地说。哦，一定记好，中华四处骑兵，组建联络，组成阵容，兵分析，指令权，一队不留。哦。 起来，今天，唔使东西攻，有钱必须。待我告别，心地公体刚毅，有无兵龙之心，明明是不是虚弱，恢复兵龙之心，尽献兵勇。我兵都在此边，不要回去。好，顽强。 精虫枪，独此一击，一击，红砖。兵楼之王，归荒调兵，为求联络军，力战印度大众生，又以乌龟三雄之势，又以天花异术之剑，切实看懂红鱼变化。 好，能想穿透红帅思想，花开高手对决的思想。好，将是天德天豪地气之心灵，将是破晓一生千秋之传奇，个人高手，众将恭敬。 此阵困难，要有胜，为时之事，公司带有团，和平王还回之意。公司，你快回来！哦，要尽速配合，以分胜败。此时，一旁西中将要五六动作，不相信人，盖心无力，不要气息，一目行。 攻击苏老永秀一路兵士，哦，是将重要的。你想算计我时阵，我岂能不会？一毛钱兵工永秀两人，终极之位，众人一心协一体，永秀永是处处失利。 这部剧，把阮公子算计，为救两人脱离，助人，拯救。公子，固然满足了你人的用心计及成就感，现在你要该接受现实了。不必再讲，我是印度籍的。 公子，永秀，你为我担心吧。我，不，哼，故作轻淡，是无想离别太浓，轻轻的一抹苦笑，却暗中无灵威力之震荡，此时的刹那，一切是不必言说。 公子，啊！回鸿调兵，一回，你就能建设何为一世流行。
后会有期。看来要此丁龙骨是青根丁老西子，老此不才，请你团结再来吧。风波开路，直招鸟兵之来，贯铁之骨。哦，哦，开人登枪，兵王心怀，中行接着过来，如何之力？哦，将人稳。中将应下突体，中火修炼精力。哦，属于丁老五。